他就比较喜欢玩车什么的，然后所以说他骑车就比较溜嘛。再加上今年我驾照刚考出来嘛，上半年刚考出来，回家的时候吧，正好玉米大丰收了，所以我就给他摆了一个类似于科二考试的线路嘛。本来就是想让他骑着车子玩玩的，没想到他轻轻松松的就过关了。看视频，上澎湃。